漂白水哦，基本上哦，那个可不可以杀菌跟杀病毒，基本上是可以的。既然漂白水可以抗新冠病毒的话，那我的洗衣服好像你把它倒进去，我洗手我一定是用热水，而且是那种就是会冒烟，就是你水龙头一开那个，然后小朋友看到都很害怕不敢靠近。我说没有关系，妈妈现在是在杀细菌哦，等一下就可以抱你们了。他这个手你看洗到啊，除了皲裂之外啊，它里面都已经开始有破掉，还有这个裂缝，还有出血，非常非常疼痛。健康2.0，照顾你的健康。